好啦，我知道各位，我知道这里要干嘛了。我最敬爱的 Faker 神啊！感觉我们 Faker 哥这个时候必须得站出来了呀！这话质跟 T1 进世界赛的机会一样模糊吧？凡人是怎么看得清 Faker 的啦？凡人是看不清神的，所以这张图呢才会这么的模糊，你们懂吗？它背后那个光太强烈了，所以才会这么模糊啊。哦，战哥，哎，一万怎么办？提问作业把包五，好，没信心。我建议你这边关掉，1小时之后再回来见证奇迹。啊，被贾克斯、雅宁开出来了，哎，贾克斯是什么意思？基格是崩掉了，还是一选雅宁？是这招吗？哇，真的假的啦？啊，一选雅宁。等一下，这个雅宁不一定是 Faker 的，这个雅宁感觉是给宙斯的，不然你编贾克斯干嘛？哦，我看懂了，卡米尔上路。哦，Perfect 小将。哎，雅宁打线超好打卡米尔的，炮娘好一点啊，炮娘好一点。库奇吗？这位是库奇啊！我想一下，右边应该炮娘不错啊，还是塔莉亚？其实右边可以塔莉亚哦，这把。哇，勒布朗。上个系列赛 T1 在最后生死局，对手也是选勒布朗，但这场我自己是觉得啦，T1 上下路是优势先，所以其实也没那么糟糕。T1 粉都不没有笑容啊，哎，你们看到吗？我这边先马后炮一下啊，如果这把 KT 输了，我确实会觉得说他选炮娘好一点，因为炮娘打库奇在目前 LCK 里面是很大优势。其实 KT 这场的换线处理得挺不错的，因为他上下路都是劣势线，所以他换线的话呢，刚好舒缓两边的压力，主要是卡米尔，然后这波卡米尔又有吃到大波经验跟兵，所以其实他不是亏的。哎呦，宙斯差一点六，宙斯差一只兵六。宙斯终于上到了六等，这个大绝，哇，被大被造结了，界给关注，那他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跑了。再一刀的精密解剖，伤害很哇，大，闪现这就是猪女卡蜜儿。这波 Perfect 会先抢到六等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他上路那波大波兵啊，全部都有吃到。这波 Pioska，哇，再一次吗？哎，可是卡蜜儿没猛哎，有机会，莉莉亚在后面。哎呀，果然还是库奇的战斗力比较低的原因吗？哦，可以吃到第四条。哎，睡到两个，可以吗？大绝！哇，被六了呀！哇，死两个，主要是 BDD 没死啊。勒布朗这个时间点战斗力确实是比库奇还要好的，对，勒布朗分身也扛到两发大绝。哎，又来了！哦，闪掉！哎，莉莉亚只睡到一个，大绝到三个，不是，莉莉亚睡太少了啦。Faker 如果能拿到塔的话就还行。OK 啊，这波 T1 是赚的，虽然说比较混乱一点，但 T1 是赚的。哦，哎，宙斯，各位，前面死个一两次，这感觉就对味了哦，各有各的好啦。哎呦，大绝清兵，哇，宙斯要牺牲自己了吗？队友做事，队友做事，队友快点做事，我在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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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，可以啊，上一个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另外一边做事情，预示者撞一下。好运姐没大喽，哎，勒布朗，哎，Owner，我要一个。哎呀，这里 T1 其实有两个失误啊。第一个是，如果叫预示者的话，雷欧娜怎么没有来中路掩护一下？那第二个是 Owner 根本就不用上预示者啊。这波 T1 是优势的，不要看这个2:8啊，各位把击杀术遮起来，T1 现在是优势的。温馨提示啊，T1 这个阵容前面有度过，是已经玩得很好了。就如果现在阵容对调，你们其实应该才要紧张，因为 KT 这个阵容啦，如果没有领先的话啦，中期会开始越来越难打。啊！你怎么带一个老牛？这波怎么说？不过啊，尝试性大绝啦！
贝克是不是有点皮了呀，老哥，你多点那两下有意思吗？哇！啊，这波不能守了，不能守了，不能守了。哦，打，哎，又开大，大一个猪女，不要一个，可是他队友没传送呢。哦，现在传了。好，可是下来宙斯很危险，交一了。宙斯没一，要往前顶哦，要救宙斯。牛只顶一个。哦，好人姐空大了，莉莉亚，哎，莉莉亚，你能不能给个感觉？你只睡一个啊？哦，杨宁打三个，莉莉亚空 Q， 救一下飞哥，救一下飞哥，飞哥没死，莉莉亚可以 ，OK OK， BDD 倒了 ，Dave 都倒了，假巴龙，假巴龙有咯，关键团战，但是我还是得说，哦，你是干嘛？他有闪有惊人的，为什么不进去卖一下？只搭一个是想怎样？这边看莉莉亚。OK， 好，看下一波莉莉亚这边可以进的吧？哎、欸，他直接原地做了一个旋转。到底谁要先选择往前欧赢？那我觉得关键就是这里，对方被赶到窄口。哎呦，好险！我们宙斯哥终究是扛下了所有。哇！接完这个大，他还没死，他是踢了这个大绝，结界盖进去，跟着宙斯飞到后排，他才死。好啦，后面这闪 Q 好像还行啊，但没大啊。哇，宙斯，你太想去世界赛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真的太努力了。宙斯还补了一个模仿，哦，尝试性大绝，哎呦，是什么意思？打个状态，哦，睡两个吗？有一个睡两个的机会，再次进去。Barrel 已经没有大绝的持续。哇、哦！可以哦。再一波的 Q 闪进场配合封命斩。哎 ，BD 同闪。哎，这个撞墙。圣战之舞接对方的一发火箭射死女武神特。Baker 不要急 ，Baker 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不要急。招架不住。先回来，先回来。来推中。没赢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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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赢过。tower tower tower塔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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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镜头转到 LP 了，快点镜头导播专业点。哦 Riot 笑了， Riot 虽然没拍到你，但是我知道你笑了。妈的，现实生活谁敢写这种剧本的，出版社要被骂翻了吧。他说啊屁啦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剧本，哎呦，主角威能哦。哎，抱歉， T1 就是主角， T1 就是主角威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都能赢啊。带不到可惜啊，带不到，我知道你尽力了啦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OK OK， 镜头转到虎扑 ，Owner 只会刷野。哎 ，Owner 这场回去应该要让宙斯神。哎，这整个系列赛 Owner 都不知道在干嘛。我现在给 T1 跪了啊。Faker 第九次晋级世界赛 ，S3 冠军 ，S5 冠军 ，S6 冠军 ，S7 亚军 ，S9 四强 ，S11 四强 ，S12 亚军 ，S13 冠军。哇，真猛啊！好啦，看一下虎扑，看一下虎扑。哎、欸，靠北，给你们看到我老婆了啊？问号什么啦？第五局，哇，宙斯没有来个十分，说不过去吧？前期挨揍是我，最后 C 的还是我。这把永恩一选，我就觉得是你玩，真的。哎、欸、，T1 其实很屌哎、欸。哦，我现在想了一下，我真的觉得 T1 的 BP 很屌 ，ban 贾克斯，然后选牙宁，这是我没想到的哎、欸。难怪我坐在这里，那个时候我还在想说，干不 ban 牙宁，错了。然后后来想了一下，干对、欸，这 ban 贾克斯不就是在铺路吗？李宁 Faker 断开连结，老头终于有一把打到第五局没啥大失误了。说的对 ，Faker 这把最大的作用啊，就是他没有失误。玩得太好了， Faker 这把完全不给机会，然后换物件也都有换到。姑妈 Yuki 9.6， 好好调整啊 ，Owner， 干真的 ，Owner 突然变了一个人呢、欸，哎呦！但是各位，我有印象，去年夏季地形赛的时候 ，Owner 也是打得稀巴烂，但他世界赛的时候玩得挺给力的。那个时候每天都在问他蛋白粉的事情，那个时候我都看得有点烦。Kerry 这把也是一言难尽啊，我知道他是想要把团战开起来啦，但他每一波都搭一个坦克，我真的是不太懂，他就不能扣一下吗？大猪女大牛进世界赛了，还能再溺爱一下？
对啦，可以啦，加油啊 ，carry 啊 ，left 最后一舞。其实最后的终点早就在 S 12结束了，还想继续做那个梦，如今梦碎了。哎，没事啊，尽力的就好啊，对不对 ？BDD 力挽狂澜，这把 Pusik 还要被骂，太苦了。教练，你是最神的，右边这五张英雄脸不知道怎么赢左边。其实不得不说，我觉得 KT 这个系列赛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那个换线，真不知道在换三小，每一把都换烂了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换的。像是二三局就很明显，根本就不用换的局，还是换。对啊，最后还是不免俗的要聊一下 BP。这里 T1 真的玩得很好，他这一边贾克斯啊，就是为了让他牙宁走上路铺路，而且他手抢牙宁的话，就不会有边牙宁的问题嘛。虽然说啦，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牙宁是要走上路的，但是我们前面讲过了嘛 ，Perfect 这个人啊，他的角色池就是打不了嘛，那能怎么办？所以他这选牙宁就变得没毛病。那好运姐、猪女。这个主女是必拿，如果这个主女掉到左边就炸了。我是在想啦，各位，我是在想啦。这场 KT 有一个点做的不是很好，就是他没有放一只 OP 角出来给 T1 选，所以他们才有办法这边一选牙宁。如果这个地方不是 Ben 西格斯的话啦， T1 这个地方还要犹豫很久，到底拿不拿？当然这个是事后推的，但是如果照我现在接下来讲的这样的话，应该会好一点。就是这里假设 Ben 进，那这里如果你还是拿牙宁的话，我是不是这边选好运姐，你就没办法用进打我的好运姐？这个是前面几局 KT 的思路吧，对吧？也不是这一局才有的思路，所以这一边 Ben 西格斯之后变成有个问题。好，对面拿到牙宁了，可是我要拿什么角色才算是 OP 角？这场啦，已经没有什么是这个版本最 OP 的角色，就第一梯队的角色已经没有了。这个可能是可以回去检讨的一个失误点啊，但纯论这个角色的话，这个选了也是没有问题。这个莉莉亚哦，当时我是有想过另外一个选择啦，就是 T1 这个地方二三选啊，选菲艾加上塔莉亚吧，把节奏拉起来嘛，去帮宙斯。可是 T1 确实，我们这样看一看，这个进是必须得拿的，所以 T1 做得很好。那你单挂一个打野的情况下，你就考虑对位嘛，你莉莉亚去打猪女 ，OK， 主要是看你怎么选择啦。我觉得可能真的啦，以 T1 的角度来说，给姑妈能玩到他擅长那顺手的英雄才是重中之重啊，可能才是这样。因为中野最近状况不是很好嘛，所以你要强迫他起节奏，有可能变成说第四场那样节奏没起起来。然后这一选卡密尔，我个人认为是不错的，就是以角色来说我觉得是不错的，但是如果论这个人的角色池来说的话就不行。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嘛，他只有三只角色嘛，卡桑蒂、鳄鱼、纳尔，那或许选个鳄鱼可能好一点吧，鳄鱼猪女也不是不行嘛，反正强度拉上来就好啦。而且鳄鱼是可以打牙宁的，但卡密也不行，所以鳄鱼应该是好一点啦。我刚刚前面讲的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，就这里啊， T1 到底要不要选炮娘啊？因为以 LCK 目前的版本啦，炮娘是大于库奇的，但是 Faker 又是比较擅长库奇的，所以这个是要犹豫的点。这个东西我给大家看过一个数据吗？ LPL 的库奇打炮娘是优势的，五胜一败，但是如果是 LCK 的呢，就会是截然不同的情况哦。你们看，如果是 LCK 的话，变成五场全败，这个就是完全联赛风格产生的一个影响啊。好，我们接着讲，这里其实都还行。那最后比较大的关键啦，这里到底要不要选炮娘？就他这边关键局选勒布朗，我觉得无可厚非。但是如果你想要选勒布朗，应该说啦 ，KD 想要选勒布朗，主要原因是什么？他要打节奏，他要把前面的强度拉深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不是有在亮塔蒂亚吗？怎么没有选塔蒂亚？这个不是我马后炮，我当下就觉得塔蒂亚应该是好一点。我是没想到他选勒布朗啦，勒布朗本季 BDD 零胜一败，刚刚败的。所以说呢，他刚没有玩这场之前呢，他今年没有玩过勒布朗。选炮娘会不会没有 AP？ 不会，左边也没坦，无所谓。就如果是以一个正常这个版本的选角来说，炮娘好一点。那如果你要以起节奏的想法下去选的话，应该选塔利亚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啦，如果选塔利亚的话，你们不觉得就很像这把吗？那 T1 前面也示范给你看了吗？压力是给的很大的，但是最后没选。对啦，其实 BP 右边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我只能说 T1 打了一个很不错的比赛，还是怕牙宁砍穿哦。你说他这边 ban 了关，所以你觉得有可能错位是不是？这个也是我疑惑的点啦，他可能是觉得说 Faker 会在这种关键局硬拿牙宁去扛吧，但 Faker 的牙宁大家也有看过吗？就是这样子。如果假设这边选关，这个画面是不是打 DK 的时候有出现过啊？就前期都没有节奏啊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点，就是如果你们有看 DK 跟 T1 的第五局， Showmaker 不是玩的勒布朗吗？对不对？其实那场 Faker 库奇打勒布朗也没输，纯论对线的话，你会发现他其实扛得还蛮好的。所以这场勒布朗要想要正面突破 Faker 的飞机的话，是有一定难度在。冰就算出去玩，还在看刚刚的直播。哈哈。
好猛哦！他去北京环球影城看秀，然后手机在看 LCK， 真假啦？先保持就坐，等待车辆完全运作，先坐好。换线被逮住了呀！